戏剧《鸽子戏》，借由传统与创新的演绎，将黄公望大师的《富春山居图》以说唱方式为我们解说《富春山居图》的奥秘，引领孩子更珍惜文化艺术，并学习先人的智慧与感恩的心，让我们有另一种视觉的享受。待会他们的歌词就在各位嘉宾右前方的那两幅书法作品上面，如果听不懂没关系，我们可以看歌词。好，欢迎他们。你们可以找同学一起去看哦。